李林阳上热搜了，他小号你看了没有？小号？这个小号呢，我们也都关注了，可是上面没什么内容，只有转发一个女选手的比赛新闻和视频。应该没人能想到，那个在赛场上叱咤风云、万众瞩目的男人，居然像个小追星族一样，拿着他的微博小号一直转发你的比赛视频和比赛新闻。你还有微博小号啊？平时认为不错东西。没想到你一直看我的比赛。听多少看比赛高兴。这么大一杯喝不完老板。没关系，我喝。原来你小时候不让别人碰你东西都是假装的。你不是经常吃我吃不完的东西？有问题吗？怎么了？你非常不对劲。是因为天气太热了。我最好的朋友被你追到手，我竟然到今天才有机会见到你。当初你在他朋友圈看到他对你的评论是没多帅的时候，你什么想法？说实话没什么感想，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你竟然来喝酒。当时是开玩笑的，我真的是开玩笑的。你要干嘛呀？这十几年来我给自己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，后来我的世界里也出现了一个女儿，把我带出来了。刚加上你微信那会儿，我在火车站看你的朋友圈看了足足一个多小时，你的每一场比赛我都看过，不止一遍。是你帮我克服了障碍，让我重返赛场。英国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想娶你。你想嫁给我吗？我吉他弹的太难听了。平淡和好听，我说好听就好。喝了他们，谢谢。嘿，台湾人 ，gorgeous 啊 ，beautiful。那你吃好吃的？那我把他们俩叫过来吧。来陪我。怎么没人啊？你不会是包场了吧？如果只是今晚所有人都恰好有事守着我们的，曾经的我无论多努力多拼命都会感到空虚，没有真心想要的东西，跟没有非要在一起的人，直到在倒计时分遇到你。